大家好，我是旭哥，我可爱万算旭哥手游攻略，那这是咻咻封神啊。好，旭哥今天来分享这个官方认证啊 T0 最神的法术啊，最强的技能最强的装备呢都可以免费拿，有没有？这个最神的法术官方认证，那这个可以免费拿，像旭哥拿这个就可以加超多的攻击 buff 啊，攻击器也加了快 40%， 还会有爆量的攻击力啊。那这个游戏呢无限放置，玩法都差不多，所以大家应该知道就是可以一直玩然后一直抽，这样就是这种玩法啦，其实很像，有玩过都知道嘛啊，你就可以拿到一堆资源，所以基本上开局可以手抽无限抽这样。来，又可以抽装备了，有没有？就可以一直无限爽抽下去，非常轻松的手游。好，那我们就进入游戏攻略了 ，Let's go。那当然还有史上最多组的礼包嘛，好几十组的序号分享给大家。好，还没订阅频道呢，记得订阅频道，随时观看旭哥手游攻略频道各种最新的手游攻略，还有礼包码、礼品码、兑换码、游戏的虚宝序号独家最新。好，那么进入游戏了，哇，开局就被逐出师门了。面对师姐队员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？笑死！这搞笑，搞笑手游，感觉玩法跟那种什么小小仙尊应该都很像，放置的这种，来强化自己。攻击强化起来，先把攻击弄高啊，敌人就是用秒的，暴力秒杀流，这样开局才清得快啊！哇，这野猪那么大只啊，来，他就会推关，这种无限放置、无限推关的，这太多了，现在连这个仙侠都可以拿来做这种，现在太多啦。啊，攻击先点高就对了。攻击点高的话，我们推起来才快啊。好，大致上这样。那我们来分享这个礼包码啦。首先呢，点画面左上角的人头来分享这个史上最多礼包码，非常多啊，非常多组的序号。点左上角人头。点进来了，点这个，再点一次左上角的设置啊，有一个齿轮嘛，设置点进去，设置点进去之后，在画面的右手边会看到一个兑换码，兑换码就是礼包码、礼品码、兑换码、序号都是同一个东西啊，虚宝码。然后那我们就点画面右手边兑换码，点进来在画面中间呢就可以输入礼包码了。好，那我们就输入这个 XXFS。666咻咻封神嘛 ，XXFS666按确认，有没有爽？兑换码使用成功，这个有精华再加上灵种，好，接下来是 XXFS888兑换码使用成功了，就是礼包嘛，然后有灵种再加上精华，灵种加精华怎么听起来好像涩涩的，听起来好像怪怪的。XXFS， 然后试一下999看看，啊999不行是不是？那777，帮大家测试一下，有些隐藏版的序号，旭哥有时候会测试，所以会有一些独家的礼包嘛，因为旭哥会自己去测试一下。哎，这个不行，那试一下 VIP 的好了。哎、欸，不行，这个不行、喔、好，那接下来其他的礼包码 XS520， 可以有这个大量的元宝啊，666。那之后都是 XS 系列的521，有66个落仙蚕。再来是 XS， 这很简单，就是把数字改一下就可以了，522。202122这样一直改下去，就可以一直去测试，应该有很蛮多组的，说不定可以无限用出来啊。
剩下519看看可以。好，523 22嘛 ,23 可以哦 ,23 还有零食，这有可能可以用出无限礼包吗？524 524 524的话呢，有666个密骨盘。接下来是525 XX525 按确认，有100个天道魂珠。哎呦，测出一堆，笑死！526，哎，前面多一个。526，哎，566不行了，所以帮大家测出了非常多组的礼包码，超爽。好，那再来去测试一下其他礼包码。God 888。哦，有哎、欸，这个好多哦，1200，再加这个经验宝珠，就帮大家一直测试吧。God 158，168，哎有嘞，爽啊，超多。588，测一下。666看一下，好，测了一堆啊，好，翻出了一堆礼包码，超爽。好，那我们就一直努力冲啊。礼包码已经换超爽了，元宝呢？这边可以来抽这个技能法术嘛？这个最强的法术啊，然后可以开 auto 自己刷怪，还可以进阶了。攻击要先练到80，好，那我们就把它练上去吧。有没有冲起来？快速刷。那刚刚你帮忙拿了一堆元宝嘛，那我们就可以来抽啦。法术这个一次抽35抽，还是怎样卡住是不是？他的那个元宝都花了，陪住。好，刚才抽了好多抽，然后他跳掉了，没关系，我们继续抽。开局基本上应该是无限抽啦，因为它会有给你一堆这个元宝嘛，啊，元宝或是可以看这个广告就可以拿，元宝也是可以每天啊、每周都可以拿，每周每日，然后看广告还是一样可以免费拿，所以基本上可以无限这样刷，没什么问题的，有没有？解任务也有，这边也有1500啦，爽啊！有没有？有没有元宝超多啊？继续来刷。那刷这个35抽呢，又可以继续解任务，而且重点它会刷到很神的技能啊，最神的技能，这可以免费拿到，超爽！来，旭哥来装起来法术。也是强化，一样是无限放置玩法，超好笑。装这个好了，攻击力与气血加181.75啊，配。配置起来，之后还可以再开启更多的，还有加速啊。又秒杀了，给进阶了，反正就是这样一直无限玩下去了。
大家都应该知道这种玩法超多的。好，那无限抽分享给大家，又抽了，爽。好，那攻略分享到这边，大家记得订阅旭哥的频道，看旭哥手游攻略，我们下一期攻略见。